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同埋碗畅水疗引进香港。我哋提供各项整全性治疗方式，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电话25773798，网址www.naturalhealing.com.hk。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啦，今次嘅疗剂咧叫做胭脂虫啊 ，Coccus cacti，cochineal 系一种甲虫，系一种寄生喺一啲仙人掌嘅入边嘅一种嘅虫嘅。咁呢个疗剂咧系喺一个系雌性嘅呢种嘅甲虫咧系。个身体咧系做一个钉剂咧，系做出呢个疗剂嘅。咁胭脂虫咧，呢个亦都系一种染色素嘅一种颜料嚟嘅吓。咁好啦，咁嗱，将同类疗法变成一个同类疗法疗剂咧，呢个胭脂虫咧，呢个疗剂咧，通常嘅主要咧系用喺啲咳嗰方面嘅，尤其是一啲痉挛性嘅咳，尤其是嗰个白日咳吓，或者支气管炎嘅咳。咁有啲白痰嘅嚇，咁仲有一個關鍵嘅症狀咧，呢種咳咧通常咧夜晚黑會差嘅，咁主要咧就咳嗰陣時候咧就係好快嘅痉挛性嘅，同埋咧係周期性嘅咳，我哋有時稱為佢咧係一種叫做咧。好似机关枪嗰种型嘅咳，即系咳落去咧就一连串好似机关枪咁扫出嚟噶啦。OK， 嗱咁喺同类疗法咧，我哋有几个好好用嘅嘅医咳嘅疗剂啦。咁你知道咧，咳咧好多时候咧，有啲人咧系好难好嘅。有啲年纪大嘅人，一到冬天咧，佢就咳一段好长嘅时间，过几两个月嘅，咁仍然都会系咁样噶啦吓。咁呢个疗剂咧。喺呢種嘅情況咧，係胭脂蟲 coccus cacti 咧係好好用嘅。嗱，咁我除咗呢個胭脂蟲呢個療劑醫咳咧，我另外一隻咧係叫做 Rumex crispus。Rumex crispus 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同類療法嘅療劑嚟嘅嚇。咁 Rumex crispus 咧，我亦都係愛嚟咧係醫嗰、那個醫嗰個咳嘅。嗱 ，Rumex crispus 咧。是中文名叫做皺葉酸膜，即是皺紋的皺，皺葉酸膜
英文叫做 yellow dot， 这个呢也是一个很好用的疗剂。咁通常呢、那个情况咩、情况会用个 Rumex 呢？ Rumex 呢成日好似觉得喉咙定呢有啲咁撩下撩下，有一点好干嘅，硬系呢呢种咁样呢撩撩下呢就令到你呢就不断咁咳嘅。呢、这个就系、是、嗰、那个皱叶酸膜、Rumex Crisp 嗰种正型嘅咳嘅，撩下撩下撩下咁样嘅。咁同呢个嘅个胭脂虫，胭脂虫咧嗰种好种百日咳，好种好严重嘅。咁如果大家有机会见过啲百日咳咧，通常百日咳咧系咳到嬲尾咧就大声一个敲敲咁样样，咁咧跟住咧就先透到啲气，即咳咳咳得好细，即咳到净冇晒气嘅。跟住你见到咧嗰啲口水咧，咁就喺嗰度咁掟咁跌落嚟噶啦吓。咁呢种情况当然咧，百日咳我哋今时今日都比较少见吓，好少遇得到呢种真正嘅百日咳噶啦。咁但如果但啲老人家啊呢种咁样嘅慢性嘅支气管炎嗰种咳咧，反而而家系好多噶，尤其冬天好多时候会出现噶啦。OK， 咁所以咧呢、这个嘅一个疗剂咧系一个细嘅疗剂啦，但系对严重嘅百日咳啦，咁但系当然啦，百日咳除咗呢个嘅 Coccus cacti 咧，仲有一只咧系叫做无千台系 Drosella。同埋 Cuprum 個酮咧，都係主要咧對百日咳嘅療劑嚟嘅。咁可以咁同大家分享呢、這個療劑，我用得好多啊！好多時候咧，遇到啲年紀大嘅人咧，成日一到冬天咧就咳個不停咧，咁呢個療劑係一個好有效處理呢種問題噶啦。OK。袁醫生頭先介紹咗嘅酮類療劑，覺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